列位兄弟姊妹平安，你好无？我辛苦大家，我对昨昏过今仔日一天遐尼忝，可能没有过整天都在上课哈，这个是不容易，也是很特别的经验哈。我是亚夫夏德泰尔族的。我们高沙族有14种，至少14种语言，不同款的维吾，佮不同款的名。以前是对我细汉囡仔时，我爸母透过迄个乡公所，那些工作人员，你的孩子要生的时候，你要取什么名字？你摆。好，父母亲来夹，那父母亲要选，我以前是立福传，福气拢是全部，这个福气是亲像我的，我看你祖书啊，好像是全部的福气都是我的。这个名字好听，但是好像是那么自私。后来我到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基督教的一个神学院，我们也在讨论这个证明运动。1988年，第一次的台湾原住民还我土地，因为那个土地到一阵，我高沙族的土地也是游完保留地。还是保留地，那意思是说不是你的，所有权不是你的，给你保留而已。但是我们高沙族原住民的年轻人说奇怪，咱在这儿住在台湾，特别5000年还是10000年以上，是怎样土地游完也是国家的还是政府的，无阮家己的所有权，而从那时候就开始质疑讨论这个事实，是不是我们要继续传承下去？所以我们几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的大学生的所有的高沙族原住民底下讨论，平我土地运动了后，个证明运动个开始。后来，奇怪，我们一直抗议政府，底下游行，嘛是同款，游行遐尼几哪摆，还是几十摆，嘛是同款，给你甜点。后来我们就回到自己的岗位啊，因为我是牧师，所以到教会工作。那有的人说，奇怪，牧师是安那无专心伫教会。工作是安那来关心社会，关心闲话土地，关心政治，因为有合理不合理的问题，都一直在困扰高沙族。就像这个证明运动一样，我们证明运动首先是烦恼嘛，哈。我以前在了了大湖读书的时候。拢是客人，客港人哦，讲客话。这边有客人哦，有哈，有念得好，很好哈。那我在那边也被客家人欺负，你还那还那还字还字，后来这样下去，你们继续吵，我就杀你们！哇，吓一跳啊！因为我真的山地人要出草了。所以那是以前给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后来我们了解说，应该要回复我们自己的证明，因为李福全李福全是别人替我合的名，同款，那是你有后生，还是你有子女，你有孙子女，你做阿公阿嬷。欢喜个，你
本来是哦，这个是啊，遐尼水，遐尼烟道，哦，遐尼古锥，哦，爱喝什么名，拢有伫遐参详，对唔对？有无？有啊，家己做爸母嘛是伫遐参详啊。但是有人，别个人甲你无关系的人，替你的后生有好的，替伊好的名无？有无？无关系的人哦，替你的后生有好取这个名字吗？几乎没有，对不对？除非你跑到庙里面去算名字哦，这个好，这个好，除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高沙族没有这样的，因为我们在山上没有庙嘛，都是过的山上的生活。后来十二生肖我们也不熟悉啊，这个十二生肖说，哦，你们怎么记？你们还记得吗？十二生肖。好了，安那讲。哦，安尼搞，哦，这嘛是无意思，无意思，但是对我高沙族，亲就无关系，因为这个十二生肖拢是动物，所以有人伫。阮高沙族，还是咱高沙族，唔变。因为这个十二个动物都在我们的肚子里面。有一次，去年我的叔叔做田事，他们在种田事，这个时候田事的时期了，苗栗啦、新竹、桃园，这个田事哈。后来。因为我叔叔还有我妹夫他们种不少，然后就拿这个袋子，然后就拿，有时候已经太烂了，把它丢，随便丢，然后随便吃，就竟然有两只猴子在上面在看。有一天猴子也去拿我们的田事哦，他也拿那个袋塑胶袋，他也这样，然后去拿田事，他也丢。然后主人来了，说：“哎呀，猴子啊，我跑掉了。”所以我们称这个猴子是大学毕业的，很会选。所以不管怎么样，这是生活的环境不赶快。那论到我们高沙族，原来说番人、山地人。然后山地三胞、平地三胞，然后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到这阵哦，原住民，这个都是我们年轻人为了争取自己的证明运动，所以我们就把自己说，哎，原住民是真好啊，原来住在台湾的人啊，但是我进到。台湾民政府的时候，我们也讨论这个名字，因为好像我们为了头破血流，为了争取自己的名字，向政府抗议，提出意见说，我们喜欢，对不起，我们喜欢用原住民，不要有山地人、山地三胞，啊，那平地原住民，然后平地原住民、原住民、山地三胞，那啊那三胞立细胞啊，啊那不赶快呢，所以。我们说，哎，这个原住民的名称很好啊。结果秘书长，林博士就告诉我们说，对1923年，日本天皇的太子来到台湾，因为以前也是日本曾经治理管理台湾嘛，对不对？我找归你，然后谈到。这个太子1923年来到，以前都是环境环境，可能有很多的环境，哦，山地人啊，环境过来，哦，这个山地人就是番人，那番人一般的
一般的解释跟印象就说啊，未开化没有读过书的。对了，以前我们没有读过书，但是我们都在山上嘛。就像我四十多年前，我的国小的时候，我是赶快呢，广东的老师啊，哇，你们三个人都一直从早上一直到晚上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结果有一个我们的同学说：“后啊，我们听不懂你讲的，干脆我们用我们自己打印的话，哪能是该按数，哪能念什么给你挂了。”哦，那个老师说：“你讲什么？你在说什么？”哦，因为我们听不懂你的话，我们当然用我们自己打印的话。哦，然后又被老师鞭打。所以这样的状况是因为过去的环境造成的。那最后那个日本太子呢，说：“哎，不能说山地人、原住民或是蕃境称为蕃境，现在改为。”打嘎沙沟高沙族，因为太子说高沙族的意思就是说住在山上，美丽的山上，然后高山又会唱歌又会跳舞。你把跳过那个高沙族的歌吗？没有。我这边有一个阿密斯很会唱歌，要不要唱 一句话？阿密斯他就忘记了。那一般都会可以听，而且也有的人很会唱，当然你们当中一定也有人会唱嘛。那结果这个太子说好，以后不称番人，称为高沙族。那所以到现在我们现在把原住民称为达嘎沙沟高沙族。结果中华民国来到台湾的时候，高沙族改为高山族，就变成高山青了。一些的开始观念慢慢的改变，那整个都成为现在的中文。啊，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环境，我们不得不接受嘛。就像鳌拜，你若有机会到达嘎沙沟高沙族上班的时候，你嘛爱学习迄个当地高山族的话语诶，至少你好无？哦，像阿弥说爱好，像我们的太师罗嘎叔啊，这些至少迄个清安的话语会当讲嘛。就像我虽然讲的不是很好的喉咙话，我嘛尽量学习嘛，对。我尽量训练自己的喉咙话，讲客家话，这个都要一直训练。现在谈到这个事实呢，已经活在到现在已经七十年，就是中华民国来到逃到台湾的七十年的时间。那这个历史事件，我们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我们也没有听过，听过了。只不过是听中国的历史或中国的地理，那现在为了课纲的问题要调，那希望台湾的历史跟台湾的一些英雄故事，那也甚至于我们原住民高沙族的也可以放进去啊。但是因为没有声音，所以都不知道，所以这样的事情也在讨论，然后又在争议。那今天我们能够来到台湾民政府，是你们的一个机会。什么样的机会呢？找出事实。一个人的观念真恶改，一个人的观念非常很难改，非常困难。因为我就是环境就是这样生出来，一直到现在要改我的观念不容易。赶快呢，夫妻嘛是赶快呢。红色的观念有同样吗？有时不同啊，有时在那里争论啊，那争论没有关系啊，做了解就好啊。不要说你非得我要顺从你的观念，你非得我非得要顺从你，你顺从我，我们彼此了解就
就差不多可以。请求怪怪我的太太嘛哈，外婆是西罗来的，我们在神学院认识。那神学院认识，为了我跟我太太恋爱那一段的时间，在神学院讨论，然后讨论到说，哎，一个是山地男青年，一个是平地小姐，谈恋爱，哦，那是30多年前哦。我太太的父母亲反对个，哦，反对。那当然，我只好骑摩托车去偷看我的女朋友嘛，我的太太。然后我在那边8个小时面对她呢，说赶快出来。她也不了解，她也不知道，我因为娘家在西罗。那这个观念要马上改说，要马上接纳我这个山地人，这个反那的人，这北部不像你容易啊，不容易呢。你们有没有异族通婚的，或者是你们的儿女有嫁给谁，或者是娶不一样的族群？现在嘛有，那迄个观念有完底的，虽然在，但是面对事实。那最后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那一年后，那本来岳父母都不接纳嘛，头一个我的囡仔出世的时候，哇，我的岳父母啊，我丈人，哈，还那家嘛是够追呢。所以，既然面对这样的观念，真的不容易改，要2年、3年以后才可以改，就面对事实。这个事实是真正事实，不是假的。所以，这个观念渐渐改。今仔日，咱的台湾历史嘛是同款，70年还是100年以前到即阵，咱的观念。是安那台湾民政府伫即阵存在，2006年控告美国。实际上，我们的秘书长在2004年、2005年就开始研究，因为李登辉总统告诉他说：“哎，我们台湾没有办法走出去。”你是？他问我们的秘书长林博士说：“哎，你是？”你读日本的战争法，你研究战争法，跨买能不能让我们台湾走出去？后来我们的秘书长说：“好啊。”然后李登辉总统就告诉说：“好，我介绍你一位，有一个何瑞元，也是美国人，他是美国人，是台湾的家仔。”然后从那边讨论。一定会看见你今天我们台湾的需要。好，原来这位何瑞元的爸爸是曾经白宫的情报组的资料组组长，美国50年以后的机密及机密就可以解开，所以透过何瑞元他爸爸就跟我们的秘书长。把所有的原文英文，因为我们秘书长的英文造诣非常强，他翻译得非常漂亮，那他的英文造诣他自己 也有分享经验，后来就把事实说，哎，原来台湾是安那未当做这个国家，为什么台湾 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因为台湾已经被战争法或马关条约限制了。我们回顾到马关条约，1895年，那时候大清皇帝光绪皇帝跟日本天皇的裕仁皇帝，那时候他们就讨论，因为当时中国跟那时候清朝跟日本作战。那日本战胜，他日本本来搜刮辽东半岛，那搜刮本来用这样的土地让日本夺取，结果
有几个国家反对，苏联最大的反对是零，因为这个辽东半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所以固有领土就像我们一个身体，不能把它切开，所以固有领土不能割让，那只有殖民地才可以割让。已经你有听到吗？没听过吗？固有领土跟殖民地有什么不同？殖民地假如你跟那个国家作战，你被打败了，所以你一定要付出，要赔偿，那有的是用土地赔偿，所以他们就找着啊，无台湾澎湖，所以台湾澎湖那时候清朝时代是殖民地，不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有什么可以例子呢？牡丹事件有没有听过？在1777多年的时候，1700多年前，1700多的时候，那时候日本就到台湾屏东，牡丹都是台湾族跟卢凯族，然后他们哦，晚上的时候，哇，这个到底是谁？一下子这个我们的士兵的头马上被杀掉，因为山上山地人高沙族都是山区了，打赤脚都没有声音的，所以日本人不敢去尿尿啊，晚上都不敢去尿尿，因为头一下子把切断了，所以他们就向中国清朝抗议说：“你的人民怎么可以杀我们日本人？”结果清朝说：“哈，台湾啊，那个都是野蛮民族，他夷人呢、啊，夷人就是没有开化的人，是野蛮民族，不是我们的人。”所以他把台湾当作殖民地，不是自己真正固有领土。所以这个可以知道说，原来台湾不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了。所以最后就换地方，台湾澎湖在马关条约的时候，1895年，5月8号就签署生效，说把台湾澎湖永久割让给日本天皇。你捌听过无？你捌听过无？以前捌听过无？我嘛同款，以前我唔捌听过遐尼好个历史真相，台湾的真相。但是到民政府上课训练了后，才知道说，原来鸟鼠。哦，原来如此的，所以很多事实就慢慢知道说，这个事实我们要去查考，有真正的。就像我的名字，以前都是用李福全，那现在我把它改为，因为我要回到我高沙族的名字。以后我雅布是我的名字，下次我爸爸的名字，我们泰尔族是。后面是阿公，再后面是阿宙，是最前面是当事人的名字，所以我的孩子属燕，所以属燕雅父是用这样，所以有人跟我说你几岁，我没岁啊，你没岁啊，是怎么没岁，你不知道我是高沙族、啊、所以高沙族大部分没有姓，有的是一个家族阿密斯，你们的姓是什么啊、没有姓，就是名字后面是家族的，所以跟荷兰人中国人姓氏不同，所以你们碰到高沙族说你们贵姓， 你们姓什么、他可能没有改高沙族的名字的时候，他可能说、啊、我姓张，我姓陈，那个是中国人来到这边才给我们放这样的名字。那今天我们进入到，因为可能有不少的，请问一下，初级班还没上过课的，请举手看一下。啊，哦，特别早的，好多谢。那初级班，因为我们等于直接跳到高级班嘛，所以初级班没有上过的话，一上到高级班，有时候会重复。
那出具的，因为有些真正的历史真相还有法源一定会要常常听才不会忘记，不然的话说啊，你去台湾民政府那是诈骗集团呢，啊，诈骗集团，他诈骗你什么？贴人讲啊，都是贴人讲。那是那个不要紧，那个风声呢？咱台湾人有这个有一句说啊，那个是风声，卖听，不要听这个风声谣言的，不然的话，你别巴肚疼。所以这样的事情，我们要求事实。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好求事实。那怎么事实？有时候会谈论今天台湾，我们台湾民政府的路线，还有中华民国的事实状况。有时候我们会比较，那比较的时候才知道说有什么不同。那就像假如我没有来上课，你们我们这样走下去，可能你看不出来我是高沙族。那今天你们听到我的腔调一定听得出来是就是高沙族的声音嘛。然后就那个腔哈，亲像北港下港的人，或者是台北，或者是南部，那个腔都马上听到说啊，这个是北部南部。当然我们不是说要分什么，那我们就认识事实。所以今天我们进入到高级班，那我们有一个更大的使命，第一个就是求事实，那第二个说这个事实对我们台湾人有没有意义啊，让对台湾人还是对让台湾的少年人有什么意义，然后对他们的以后的生活到底也给的是什么价值在哪里，我们来做这一些的分析。那等一下有空，假如你们有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哈。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也了解台湾民政府，你看看我们秘书长林志深博士，从我认识他，因为我2011年我就开始进到训练，我第六期的，那有时候我跟秘书长那时候通铺啊，木板，有时候我们就睡在一起，那他三更半夜都在听电话，那有时候跟美国他们在谈，那我就跟秘书长说啊，真的巨大的工程啊，来帮助我们台湾人的后代，只要人越来越多，只要我们台湾人多了解的时候，那我们就更茁壮，那时候台湾人才知道说我们的事实不是只有单靠我们自己。那这些谈论的时候，我说因为我是牧师嘛，我就跟他说啊，你秘书长你好像在背台湾的十字架哦。结果秘书长不是，我不是耶稣基督哦，那真正的十字架都是我们一起来扛，一起来扛，来一起负起责任。所以我们更清楚整个全台湾哪一个敢控告美国的，捌听过不？台湾人有控告美国不？无啊，干那林志新来咱的秘书长。什么是控告呢？假若你是诈骗集团，你是诈骗集团代表的林志深，然后你控告中华民国，控告美国，假如是诈骗集团，他怎么有权利有那个权利来控告美国，对吗？所以他用国际战争法，他用战争法，然后用万国公法，用旧金山和平条约，然后用马关条约，这个最一系列的这个国际条约拿出真正的暗号案件，所以控告美国。其实只有简单，第一个，台湾一直被锁在中华民国的框架下，因为美国委托蒋介石这个集团成为中华民国来到台湾是受托关系，不是中华民国的拥有者，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拥有权利，只不过是受美国的委托。就这张和平条约第二条，日本放弃台湾澎湖，放弃哦，所以麦克阿瑟呢是美国将军最主要的跟日本作战的一个主要的国家，实际上那时候是四个盟国，啊，苏联、中国，然后还有现在的一个是英国，啊，然后在这个四个国家当中呢，他们委托了麦克阿瑟，因为你是主要跟日本作战的一个主要的国家，所以你可以委托谁，所以就委托了蒋介石来到台湾，那接收日本战败的投降书。那1945年8月15号投降，然后就到台北的中山堂。你们有没有发现，在初级班的时候，整个的在中山堂交叉是由中华民国的国旗，然后上面有一副美国国旗，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我们不知道，因为美国游玩是台湾，是台湾的主要占领权的国家，主要的占领权的国家就是美国，不是中华民国。是这个蒋介石是收到美国的委托来管理，暂时管理台湾。好，这个是到现在用台湾关系法啊，这个蛮多的法律，我们不必去记得那么多的条例，我们只知道说这些国际法，那几乎都在形容我们台湾、美国、日本、中国的关系。那这样我们才知道说我们今天的事实存在是什么样的属性。好，所以第一就是除了美国委托中华民国暂时管理台湾以外呢，他也没有把台湾澎湖完全交给中华民国成为他拥有的土地，因为只不过是受托。你就像委托一个人然后暂时管理你的土地，除非你卖给他，除非你赠送给他，所以土地的所有权才会转让给那个人。但是受委托管理的时候，蒋习管理了。有没有听过去工作的时候有港头有工头，那工头负责工作的人员，但是工头是不是有权利把这个他所建设的家庭还有房子了，或者是土地，他有没有权利给谁就给谁？有权利不？有权利不？港头无权利啊！伊干那老板收到老板委托来帮咱管理迄个港人，港款今仔日咱台湾甲中华民国的关系就是安尼啦。那中华民国是受美国的委托暂时管理台湾，安尼了解不？好，了解。以前捌听过不？捌不？以前捌听过不？阿未到民政府的时，唔捌，我嘛唔捌。我以前阿未到台湾民政府的时，我嘛是同款唔捌，不知道。来到台湾民政府受训练的时候，才知道这样的事实。第三个，那为什么我们的秘书长要控告美国？第一次2006年10月24号的时候控告美国，那么大的精神，那么多的经费要控告美国，其实秘书长的目的就是说让台湾回到国际地位正常化，
不要一直受压制，不要一直受别人的控制。那我们就会回到我们今天台湾的历史，七十年内底有恐怖无？台湾人有恐怖无？这个七十年内底时间有无？是虾米恐怖？228事件，十几万的精英受过到美国或是欧洲留学，回来了当院长，然后当什么的主任，结果一谈到台湾自己的走向跟当时的中华民国的理念不一样，马上枪杀，枪杀。你看这些恐怖，所以马上控制台湾人38年的戒严时期，人都怕死哦，不敢说台湾是什么，所以都不敢真正说出你心里的话，所以那一段时间非常的恐怖，我们体会不出来。来对五七七十几回英雄，可能你们会提出来，会有一些的经验。有那个听到经验吗？拍摄你几岁？70。我哥哥在。哦。然后。所以这些自己的经验啊，我们前辈的都有经验。我看看28事件的那些比较恐怖，有一排九个人绑起来，放到基隆河，然后那个这个双手呢，把铁丝穿进去，然后有一个第九位呢。因为每一个都被枪杀，蹦蹦蹦，就滚到海里面。那最后第九个是没有被打到，是因为七八个这样拉他下到海里，所以没有被射到。那他自己出来，差不多将近50-60年，他不敢跟太太讲这样的事情，因为他担心。讲出来的时候，他太太万一跟他玩 gay 的时候，就马上汇报说：“哦，他也是被抓到，那时候一定会被枪杀。”那这样恐怖。然后有美丽岛事件，我们没有听过，有的人听过。那这些都是历史。那为什么会产生到这样的地步？因为中国人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背景。那我3年前到中国，我们去看内陆的教会，我们从四川一直到内陆坐10个钟头，5个钟头，早上6点多，然后到12点我们就休息了。在巴士里面哦，巴士里面的中国人就随便乱吐痰的。我这个高沙族以前的背景，30-40年前也是很落后啊。但是一听到哎呀靠，然后孩子也随便就在车上尿尿哦，我们忍耐啊。然后中午就在休息，然后去要到洗手间。那到洗手间是什么呢？很多地雷呢，你要跳慢步呢。不然的话你会踏到地雷啊。然后回来，我另外一个女牧师，她去的时候去马上回来说啊，我不敢了，因为到处都是，我宁愿忍耐到傍晚到山上那边。所以这样的一个不同落后的国家，然后自己以国家为武器，把整个的武器军事设备为全世界说夸耀第一名的，那竟然人民生活那么
凄惨。所以想到这样的时候，我们 让我们知道说，原来过去这样的事件，那当然我们不是要去记恨，我们要了解说这样的事实曾经发生在我们台湾人的身上。所以控美案就是要阻止继续发生下去。那我们的秘书长用法律、用国际法控告美国，你是始作俑者，你把中华民国带到台湾，你有权利，你亲自占领到台湾，你不要用委托的关系让中华民国继续下去，让它结束在台湾的占领、次要占领、受委托的关系。所以第二次我们秘书长在今年的2月28号的时候再一次的控告，很具体的控告中华民国应该结束在台湾的执政，那美国亲自占领，然后我们是控告你，所以我们是窗对口单位。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训练，让我们年轻人，让我们台湾人，本土台湾人会当接纳，会当了解咱的属性，是应该美国有权利、有义务来帮助咱台湾的安全。所以为什么日美安保条约存在？日美安保条约就是把台湾、澎湖也包括他们日本跟美国的保护范围之内。好，这是整个法理来帮助我们台湾的安全。所以我们控告，我们的秘书长控告，也是代表我们台湾民政府控告美国，因为你是违反世界人权第15条。因为世界人权就是世界人权宣言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国籍，但是台湾，我们本土台湾人没有国籍。是怎么没国籍？你知道吗？为什么没有国籍？有人说啊，有啊，我们国籍是中华民国啊，咱身份证就是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啊。但是我们今天就是控告美国跟中华民国，你把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国民身份证强迫我们本土台湾人归入到中华民国的国籍，这个是违反世界人权法，所以就控告美国跟中华民国。这样知道吗？我了解了哈。那你没有去控诉，没人替你讲话。真的，我们高沙族嘛是赶快，我读了那么多年，到新竹读书，到台北读书，然后有几个国家去跟他们讨论，有3个月我到韩国读1年，整个高沙族的整个的问题不是别人要帮助你，是你家己应该出声，对吗？哪一个人会自然自动会帮助你？除非你的儿女，你的孩子囡仔已经走投无路了，你做父母亲一定会自愿帮助他。但是别人没有跟你有关系的，会帮助你吗？世界上的人没有无遐尼好康的啦，除非你家己出声。那出声就是我们民政府秘书长代表我们出声，先控告美国，用法律的途径，因为只有用法才可以解决台湾的问题。安尼了解不？这个法不是中华民国的法，不是咱家己家庭的法，不是国有国法、家有家法、家法，不是咱家己的法，是国际法，是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个条约是 treaty，
Treaty 是条约，是国际订定的条约，这个国家跟这个国家所订定的。旧金山和平条约有48个国家签订的条约，中国人没有参与，中华民国人也没有参与，因为当时他们国共内斗，也没有人说哪一个是代表真正的中华民国，所以没有被邀请，没有被邀请，当然无资格签署旧金山和平条约。那这个48条旧金山和平条约才是我们今天台湾地位写得一清二楚。等一下会在我的内容里面来看看，我们看看所以进入到我们整个的国际地位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咱台湾人是什么人。那在我们看看为什么会说流亡中国有没有听过 Chinese Taipei， 中华台北，中华台北，哇，打棒球啦，或者是职中职啦，或者是参加亚洲，参加一些国际的邀请赛，有讲台湾不？是怎么没用？因为台湾不是国家，用中华民国吗？也是无，因为中华民国是独门到台湾，所以真正迄个 Chinese Taipei， 迄个英语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意思就是中国独门的政府到台北，所以干称简称就是中华台北。那我们不知道，没有研究的 Chinese Exile Government in Taipei， We never know， 我们都不会知道。假若你没有去研究的话，刚才怎样说啊？中华台北，哦，中华台北，中华台北，有人说我不是哦，我是台湾哦。所以两年前我们去美国的时候，我在海关，那我已经用我们的中华民国的 passport， 然后 passport 我要证明我们台湾民政府美国核发核准的中华民国，不是中华民国，是我们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美国刚好那海关是黑人，我说试试看一下，用我这个ID card， 让你去 check in 一下，你试试看有没有效。结果海关的他拿我的这个身份证一刷 ，no problem， 他说没有问题。所以进入海关，当然现在是还是用你中华民国的 passport， 但是我们现在等着中华民国，我们第二次秘书长这样。我们台湾民政府控告美国跟中华民国，大概在11月左右就可以知道判决中华民国身份证失效以后 ，passport 也是会失效。那中华民国怎么办？就是要它的结束的那一天在台湾，所以就用我们今天的台湾民政府身份证。所以我们去国务院的时候，我们也去，我们用这个，用我们 T 恤具，我们台湾民政府的 IT 卡，用这样刷进去，我们才可以进去。很多美国的大建筑物都要用刷卡的，那没有办法用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那去年我们同心也去日本，要换这个美金和日本台币，或者是我们台币换日币的时候，他们是我们同心很顽皮，先用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啊，可以拿哟，可以赶紧拿的时候，啊，这个不是这个无效，
然后我们的同心再换这个我们的 IT 卡，可以啊，意思是啊，这个一看哦，可以啊，门来那的时候，这个没问题，就马上换。所以不只是日本、美国，你到关岛，你到别的地方，你只要拿 我们台湾民政府的身份证，提出你的证件，那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看看整个中华民国的政权呢，从1945年一直到现在，我们分析的，我把它列出破坏台湾本土文化，也破坏我们高沙族本土文化。那本来我们有一个美国一个加拿大的牧师，他帮助我们用罗马字翻我们的泰尔族的语言。我想很多的特别是教会圣经啦、圣诗啦，他们的语言用文字都是他们都用罗马字，因为都是老牧师去，因为几个宣教师就是美国人、加拿大人来到台湾，你看他们愿意来到台湾帮助台湾，然后把语言能够保存下来。不然的话，我们你看现在的高沙族年轻人都几乎都不会讲自己的语言，因为没有强烈保持保存我们的文化，保存我们的语言，都是用中文啊呢，所以导致文化就这样流失。对不起，那整个一般你看有那么多的财团哦，富翁的人都掏空，出国的出国，逃到别的国家，有的逃到中国不是吗？有很多那些金空被把这个以我们台湾的这个整个的金控啊，或者是整个的金融所有的巨大的最多的钱，很多都是这些财团，那有的是已经逃亡了。那当然我们执政的时候我们会重新调查。好，然后选举方面也是以为是用民主方式来选举，那几乎都是贿赂啊，民进党也贿赂啊，任何的党派都是贿赂啊，很多都是贿赂啊。那有的当选了，结果最后当选无效啊，都是提及啊。难怪我们高沙族说有一个村长啊，那是几年前，哇，各位同胞，报告一个好消息，哇，我们这村长本来用自己的语言，还要用中文，也很好听的中文呢。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嘛，晚上大门可以关，后门不必关。结果第二天，哇，水沟都是猪毛啊，原来已经杀过猪了。难怪高沙子说选举最好有猪可以吃，有钱可以拿，土那个山上的路马上填平，那这些都在选举的时候才会掏出来，那都是为了选举，假民主的。那而且当选的5%门槛以上，一票30块。所以假若当选，不管有没有当选，你只要超过选举的人员5%的你得到的票数，你就会有你多少票数，用30块来算。只要你刚好你达到有11万，哇，30块的话，去就傻爸爸归，去就傻爸爸，高兴的要命啊。那现在不是最新最夯的，那国民党在的时候要不要换柱啊？这个柱节的话很难缠，那当然这个是他们的事情了。那有的人说啊，他坚持要是为了一定不少得到的这些钱，所以国民党他在玩游戏，说也像马英九一样，你得到的这个票数这个钱呢，
不要归给个人，要归给党，他们也在讨论。所以不管怎么样，以为说这个有选举了才有民主，给我们更清楚，都蒙的人来到台湾，最后做老板，本土台湾人勾刷作，还是咱台湾人被殖民、被压榨，然后还要跟他一起选举，安尼有合理无？多蒙的人，甲咱本土台湾人来同齐选举，安尼有合理无？当然无合理啊！亲像我，那是多蒙到你的道，有一天，把救命来帮助我。你是我头家，好，好，也不，好来啊，来这，我土地几百家，哈，几百家，好，这个几个地方，也不给你管理，给你帮助，你赚到的，啊，也给你很大的一些的费用。三十年了后，我是本来是受托的人啊，我是工人啊。我是多忙的人啊，但是到三十年了后，还是五十年了后，我变做老板。你的土地，还是你的遐尼济刀，遐尼济厝，我有权利甲你来同齐，有权来处理，安尼有合理无？当然不合理啊！我是多忙的人，无权利。处理你的土地所有权嘛，对吗？今天是中华民国就是安尼啦。今天的中华民国就是这样啊。但是谁告诉你们有这样的事情？捌听过无？来到这捌听过无？以前捌听过无？唔捌，我嘛唔捌，我也没有了解，是来到台湾民政府才慢慢了解。咱的台湾的历史的书写，所以整个都是这样，社会动荡不安，一直到现在都动荡不安。然后土石流还要怪我们高沙族说啊，你们随便乱砍盗伐树木哦，被关的被关。你们知道土石流的树木吗？很怪哦，全世界只有台湾。土石流的树木当这边呢，当这等个地呢？你看土石流的树木、漂流木一样都很齐全，有几尺长，有多少都一样的，从山上咕噜咕噜咕噜掉下来，哇，全部下来土石流。一奇怪，这个土石流、漂流木是安那赶快，嘿嘿。有没有人在动手脚？有没有？那就是山老鼠嘛。这个山老鼠就是透过有的警察一样官商勾结。今天高沙族年轻人很多都被吃西安非他命吃药，警察都没有皮条。全台湾的高沙族土地。高沙族的地方，很多青少年一样赶快西安呢、啊，西安呐、啊，因为那些挂钩嘛，那些买卖西安的，然后到山上，连国小五六年级都西安，甚至三年级呢，悲哀哦。所以，为什么台湾民政府要起来，要改变这样的恶质？文化可以改变吗？可以。能改吗？你怎么改？问题是你没有权利去抓那个西安财团的人啊，你有权利吗？我们不是警戒人物，我们不是司法，我们不是地检署，没有公权力呀、啊，不白了。
这个一方面。所以今天我们来这里受训受训练，就是为了台湾人民，为了台湾青少年。第一个，黑道枪杀、枪毙、鞭刑，安尼好不？以后你当长官的时候，可能你有权力哦，不一定是你底下执行呢。安尼好不？好，安尼真好。那第二个，那一定要结束中华民国啊！你没有结束中华民国，你哪来的公权力？不会呢？要怎么结束？这么简单？不，那个不够快，那个不够快。好，我们回到为什么要结束中华民国的执政？占领在台湾，很简单嘛，一是多亡的人不当研究在家，战争法两条最珍贵的条例，头几条，征服者、占领者不得移转主权，安尼知影无？征服者或者是受托者没有权利移转，他就是。台湾就是他的战争法这样的规定。第二，多亡的政府不当就对合法，这样好不好？这就是咱的宝刀啊！不，稍等一下，你还没上课时了呢？你干哪？你初级班有上课无？有吼？啊，两拜年，阿伯，阁继续，好不？继续训练，继续参与。好，中华民国未当就地合法，是因为伊是逃亡，伊是受到美国的委托。所以受到委托的人不能就地合法，意思就是中华民国本来就是和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灭亡了，他只不过是借故来到这个地方，不是永久踮在这，除非他放弃中华民国国籍，承认台湾民政府，然后结束以后呢，用，所以我们才控告美国啊。这就是我们秘书长真的非常跳，有跳啊？哪一个像我们秘书长能够控告美国，然后控告中华民国？有台湾人法学博士有无？有无？无，干那一个啥人？咱的必须定，而且干净利落，所以找到国际法、战争法，战争法另外一条说，你征服了这一块地，当地的人民你不能生命财产都受到灾害，然后受到伤害，财产也没收，不能，因为原来中华民国跟日本朋友是对的，朋友是对的。以前的中华民国，1911年、1912年成立在南京的时候，那时日本跟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对的，是安那对的的人都闻到烂家。甲因来同齐宣告，个效忠中华民国，安尼有合理无？有合理无？有合理无？
因为咱唔知啦，对不？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我们才会一直选举啊。阿扁的第二任的时候，我们几个牧师很会唱歌啊，嘿，古歌唱你呀，冇你冇啊，唱歌跳舞啊，感动个，哇，安尼啊，算阿扁动算，安尼好不好啊？哦安尼拍手，高兴的要命。我们来选阿扁，安尼好唔好？好啊！感动甲流目屎呢。我对山顶开车三四点钟，来到台中、到台南、到台北，暗时呢，伫遐跳舞唱歌，为着阿扁第二任会当当选。我嘛辛苦，了后到山顶青山来，我家己的厝会是两三点到位呢。你唔知吼？你唔知吼？这就是阿扁的时代。但是当选了后，因为因为他在选举他的政策的时候，要改国号，要改为。台湾共和国，中华民国宪法要改为台湾我们自己的制宪，自己制定自己的台湾基本法。哇、哦，高兴啊！安尼爬山爬山，高兴的要命。我那牺牲了呢。然后了啊，动算了啊，有人问他说：“你怎么没有改？”我未当改就是未当改啊！我未当做就是未当做，你知道不？为什么阿扁说不能做？因为他已经誓约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总统就世的时候，我是中华民国第几任总统在边就世，他有誓词。第二个，我要效忠效忠中华民国宪法。我要把宪法能够帮助中华民国的国民，他没有讲说台湾人民哦，没有讲台湾人民哦，是讲中华民国。那是违背以上誓约者，一百零四条底下等阿扁，一百零四条是什么？违背誓约者，西楼一条啦。安尼阿扁加做无？加做无？所以阿扁说：“我袂当做，就是袂当做。”哦，我台语大概只有这一句话较标准了哈。我袂当做，就是袂当做。啊，我讲那么多的台湾话，何罗为单单这一句话可能最标准了。嘿嘿，拍谁个？好。那这些都是因为整个多谢多谢，所以这已经整个的碰到我们台湾人民，结果我们现在的民进党又高兴了，哦，蔡英文一定会动算啊。但是十一月左右判决下来的时候，哇，台湾人会搞戏哦。那时候停止选举的时候，哇，整个都一定会不得了，会发疯啊！因为蔡英文讲，因为民进党的党章啊，党章呢、党纲呢，他说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叫做中华民国，所以他还是在中华民国的体制框框里面。所以没有办法走出去，所以我们秘书长找到国际法、战争法这一条路，让台湾进入到国际地位正常化。鳌拜烂的地位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独立，是因为拥有权是在日本天皇，所以我们今天的身份，日本天皇，日本天皇是我们的天皇。我们是日本天皇的臣民，
臣民，不是人民公民哦，不赶快哦。皇帝的臣民呢，是比日本人还要再高一格呢，高一等呢。所以最后我们的关系是美日本跟台湾将来就是邦联联邦。我才知道，我昨天今天早上看这个新闻，台北大安森林公园为什么种了20多年没有办法长大？你知道什么原因吗？不知道，我早上也才知道，因为台北是盆地嘛，没有真正的土壤，是那个什么黏黏的，那个不是真正的，所以根也没有办法进去。而且以前的种树木的人呢，只有20公分、10公分，安尼就好啊。所以柯P不是在骂吗？哇，就是因为树木种的时候没有扎根，但是他们想到说，哎，至少60到80公分种到底下，才那个成长率也快，而且一定会很高。但是因为以前填埔的时候啊，填土的时候用简单去略等的土壤，我别讲，我别弄，哎。对，那个是也，那个是也是其中之一，那是其中之一。对，所以里面是铁啊。对，里面是，我说大安森林公园啊，是，所以没有办法进去，然后很会生病，因为树木、土壤都是劣等的，都是掏一波，都掏假波了，都是偷工减料了。而且劣质啊，那连那个树木买最简劣的那个最不是很好的树木，所以告给他去，所以让台湾民进党执政的时候爱改不？爱改不？爱跨定哦，所以重新再做那么好的一个机会。好，我们看看 KMT 跟 DPP 的牵挂太多，因为民进党也会持续。你们知道民进党在圆山饭店成立的时候，为什么会在圆山饭店成立？你们知道吗？民进党成立的时候，对啊，蒋经国同意他们在那边，因为本来死对敌的人怎么可以在圆山饭店成立呢？对敌的人怎么会成立呢？但是有个条件，蒋经国跟民进党没有讲事实，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改变，但是唯一的不能改变中华民国这名称。所以今天的民进党的党纲才有，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所以也是同样呢，还是活在中华民国。所以唯一能够让它能够走出去离开台湾，就是我们控告美国，而且控告中华民国1946年1月12日的时候，强迫我们的祖先，我们台湾本土台湾人归入到中华民国国籍，这是除了违反人权以外呢，是变成战争犯。战争犯很严重哦，因为那时候战争强迫我们本土台湾人。你看1895年马关条约签署之前之后呢，2年给我们所有的当时的日本人
有思考起，你愿意离开的就到中国，或是你到别的任何都没有关系。结果99%都愿意留下来，因为我们愿意做日本人。所以那个是2年空窗期、思考期。所以今天我们执政以后呢，我们也会拿出一段时间给中国人，给他们思考。我们不要太残忍说赶他们出去了，让他们也有权利住在台湾，但是有6年的时间居留证。赶快让告美国的时候，你要移民，你一定要几年的居留，好像5年，现在是换5年，美国赶快啊。不是只有这个诈欺而已啊！诈欺的意思说，我们土地都被他诈掉呢。你有偷对不？有很多的土地都被他没收呢，被他诈欺掉呢。我们那个身份证啊，那是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效力。哦，那是他有权利无权利了。他有权利这样做，嗯，那个 只有那一件事情，但是那个身份证才是真正的违反了战争法，强迫强迫让本土台湾人归入到中华民国，让本身是日本人啊，对吗？所以要办身份证，为什么要拿日本户籍的？表示咱本来就是日本人。秘书长他讲一个例子，有一对夫妻，年纪不小，他很赞同我们的法律，然后马上办身份证，竟然他的儿女不赞同，那儿女他们的 家人都是医生，都是医生，哇，好人诈骗了，好人欺骗了，妈妈你去台湾民政府哦，这样给他们骗了。这个妈妈说，来来来来来，你们是读过书的，都是医生，我们一起到户政事务所来看你的阿公，调出来阿公的名，真的这个医生哦，因为他们家族都是医生嘛，这个 儿子呢就调他阿公的户籍登本，一看大清时代的大清帝国2年，那个我不晓得怎么算，反正就是2年，也是在大清时代阿公生出来的，那时候生的时间。你看阿公那是日本人，竟然你是中国生出这个中国人，这样有合理吗？孩子来看，结果他的儿子目瞪口呆，不会说，原来这个孩子自己不对，自己不对啊，阿公是日本人，竟然现在孩子说我是中华民国的人，中国人，奇怪呢，日本人可以生中国人吗？可以吗？美国跟美国结婚生出来可以生台湾人吗？不行啊，赶快啊，山猪跟猴子可以结婚可以一起生吗？我不晓得了。所以一样的，咱是日本人，我们本来他的后代就是日本人，请求我台湾族，我阿公阿祖是头目呢，曾经在8个部落当中，3个大头目，我其中我的阿宙是大头目之一，去杀1000多个的日本人、日本兵呢。当时日本时代的时候，我们高沙族他才杀300多个，竟然1000多个剩下
剩下差不多四五百个日本士兵投降。赶快，三年前我去日本的时候，有一个日本将军，他非常感动。他一看，因为那时候我穿那个高沙族的头目的服装，我看到高沙族打开沙锅，哇，马上向我敬礼。我也学习敬礼。那个将军呢，他做见证分享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的时候，若不是你们高沙族救我，今天我不会活着。所以他就马上掉眼泪，因为在你部新部什么，你新部内什么新几内亚，新几内哈新几内亚在那边，这个将军呢已经快被敌人射杀，结果高沙族从后面用刀啪马上杀那个敌人，让将军活起来。然后那个将军因为被枪杀他的脚呢，那他也拐了，然后那高沙族马上背这个将军马上逃难。然后前来峭壁，没有人能够走，高沙族可以走的，像猴子一样咔啦咔啦咔啦。马上有一次，这个事实哦，我们打卡杀过高沙族呢一排，结果他们穿那个日本军靴啊，咔咔咔很重啊，不会跑。结果一个高沙族班长就向日本将军说，嘿，报告将军，我们能不能打赤脚，因为我们从小都是打赤脚，我们穿这个你们日本军靴不好跑。这个他本来不肯，将军本来不肯，后来有两三个高沙族就跟他说，给我们试试看，给我们一次机会。结果那个将军说，日本将军说，好好。结果没有多久一看，高沙族的军兵没有人了，已经跑到那边了。当然快啊，我可以做证明，我等一下会跟你们讲我在当兵的时候啊，不是我了， 我是落后的了。哦，跑到那个，结果他们去的时候，结果有五六个美国头啊，就带着被高沙族，将军你看这是什么头，美国头。哇，他们就高兴，日本将军高兴的要命，好，从现在高沙族不要穿军靴。所以他们一上山没有东西好吃，饿得要命，平地我们台湾人呢，平地也没办法要找什么食物吃啊，要高沙族去抓山猪，去抓飞鼠，放陷阱，一抓咔咔咔血马上出来，高沙族那个马上血马上喝起来，哇，就吓一跳啊，怎么可以，休蛋起来，就把它切开，烤肉，胖嘎，这个好肉狼。还有日本说，哈，哎，当家，你闻一闻，一看，嗯，好胖，好可，哦，马上吃。你看，好肉狼马甲，日本狼马甲，谁教的？打卡杀过。所以我在当兵也是一样，我现在六十多岁啊，我当兵的时候啊。因为一脸都是高沙族，很会吃那个稀饭，早上啊，三下清洁溜溜，马上喝稀饭，很烫呢。只有我还在那边慢慢喝，我不会啊。结果抓那个木头，你看台南的上化，我们在那边三个月的训练，现在已经很粗很壮大的树木，都是我们高沙族种的。
结果比赛的时候，比试呢零分，种树木第一名，打靶第一名，所以那个连长就跟营长怎么办呢？运动活动比赛去抢什么都第一名，吃也是第一名，吃馒头马上吃光，然后到隔壁的平地连再要，又吃光，在隔壁的平地连再拿又吃光。哇，这个高沙族怎么山地人怎么那么会吃啊？什么都很好，但是笔试考试零分，那怎么办？结果那个连长他知道我是神学院，因为我们神学院到年龄到的时候一定要当兵，没有毕业，那时候我读二年级，然后连长告诉我，李武兄，你想办法，你是基督教的牧师，你是将来要当牧师，你一定很聪明，你帮助你的高沙族山地人。我说怎么办，要怎么帮助啊？我就想到我作弊，怎么作弊你知道吗？因为全部高沙族年轻山地人不会读书啊，也不会看字啊。我就说，因为还好是非选择题，选择题呢，假设第一题选到三的话，我就告诉他们说我用地，好，一等等等等，二等等等等等，第三等等等等，四等等等，他们选哪一题？第三嘛，我加地嘛。然后是非题嘛是赶快，假如这个一三第一题第三题是圆圈的话，我说第一，马上念的时候，他们不等念完，马上打圆圈。二啊，没有等到，马上打叉。第三，哇，那个三马上打圆圈。结果考完以后，哇，连长告诉我，李武兄好啊，哇，你这一年多80多分、90多分，有100分的，哇，这你怎么搞的？你怎么会弄的？我不知道，我不好意思讲啊。所以很可爱呢。我们在军中的时候，本来一二三四报数嘛，说哎呦，山地人，立正，小心哦，然后立正，马上报数，哦，整个山地人原住民去报数。不是报数，是报数目一二三四，所以有警察抓到那个山地人去抓三枪的时候，那警察说：“山地人，你怎么打三枪？”警察先生：“我就打一枪，不是三枪，打一枪。”原来三枪。好，这些都是很可爱的经验。不过我们回到我们的正题，今天碰到这样的问题，也是因为我们这几个月都是碰到好像要准备第23个台风了吼，好像 还不会影响到台湾，蛮厉害哈。在科学家的估算吼，中度台风就好像10亿吨黄色炸药的那种能量总和，蛮大哈，所以很多人会遭殃，比地震死亡人数也是蛮多。这是回顾一下。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时候1912年、1949年，中华民国才37年的历史而已，那最后就没有了，那最后就逃到我们台湾。那马英九说：“哎，中华民国才，我们这边的中华民国才是合法，那对面的中华民国怎么办？”好，哦，这不是在争论吗？那蒋介石那时候他开始流亡到台湾的时候，实际上也是被发动，在1949年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把蒋介石，然后他逃到台湾。这个事实哦，我刚刚所讲就这个文件哦。哎，不是假的哦，
我以前没有学过呢，你知不？以前你知不？这以前你知不？唔捌唔捌听过，哎，我嘛唔捌呢。所以赶快，我们来到这边才有事实的真相。好，那蒋介石他自行，他不是总统呢，李宗仁总统，他也没有来过台湾。他自己把迁都到南京的都市呢，中华民国的 都市呢，首都呢迁到台北，也是蒋介石自己做的。而且在联合国方面，在1971年断交以后，美国跟我们断交以后呢，实际上在联合国已经中华民国就不存在了嘛，这个就是今天的文件事实存在，不像我们现在说啊，中华民国是烂的哦，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民进党就是这样的，一直骗我们台湾人，让台湾那么些公公啊，哇，动算了，所以我们。家在另有厂家，让了台湾民进户的训练，所以你们有你们真好哈、哦！我们大家一起好凶哈、哦！啊，鼓励大家，鼓励自己哦，真好。特别一个关键性哈、哦，在1950年，在9月29号的时候，因为周恩来代表。他在8月24号代表中国政府九人小组控告美国，说侵略，因为那时候美国已经占领台湾了，说台湾美国已经侵略我们中国内政的问题，所以在9月29号就提出这样的控诉文，那他们也在那边讨，联合国也在开始讨论，最后9-1否决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提出的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这个案子呢，被否决掉。意思就是说，你没办法证明台湾是你的国土，台湾是你领土之一，你没有证件，所以就被否决掉。这个才是我们在联合国的真实的地位呢，安尼知影哈？好，然后在11月30号就决定这个案子成立，否决掉周恩来所提出来的，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没有把，他没有权利，也没有这样的资格，台湾是属于他们的土地。安尼清楚不？安尼清楚不？所以民进党嘛是同款，安尼戆戆啊，看起来好像哇有把，好像有把握一定会当选，哇欢喜个，哦全部都、中国国民党的几个立委跳船了，市议员也跳船了，不知道那个船是什么铁达尼号的船吗？不晓得。所以美国就重新申诉，重新论述，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中华民国这个名称，因为它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还是帮他称说，哦，中华民国在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这个就是今天他们不了解国际法、战争法、联合国所决定的决议文，因为他们没有研究过。今天我们来到这边就是研究这个事实法律，我们事实很清楚了，国际法、战争法不是中华民国的法，中华民国的法随便看哪一个 做法官，他可以 定一个人几年就几年呢？有人这样吗？你看，这个法官会当判
这个人五年、十年，改做别个法官，改做无罪，有安尼法官啊，整个都乱啊！今仔日欧洲、美国、日本拢是陪审团，大法官只有主持陪审团所决定的案子做宣告而已。今天中华民国的大法官不是，他可以介入，说那个不能审理，台北的美和事不能再审理。一个司法院的副院长，他怎么可以马上用他个人自己说，别当新审理，不能新扎那个美和事？那本来就是很多不合法。这边有没有台北州的？不对，哈。你们也知道美和事的案件，好，实际上那是公司嘛，那地主才是可怜呢、啊。那当时谁当市长？马英九当市长啊，所以竟然司法院的副院长说干涉说。美和事已经判决了，不能审理了。我安尼不，所以这个法官的软短，那才是真正诈骗集团呢、啊。所以后摆咱的台湾民政府嘛是爱用陪审团，安尼好不？陪审团不是一个人决定，就是一个人决定。所以我们用公平正义的。先卖垮了吼，他当时是行政院长呢，他可以竟然宣布说跟日本宣战，他是行政院长，不是总统的身份呢，为什么？他已经掌控了军事，整个军权他被他掌握了，所以他有权力，哪一个不听，棒，就这样而已嘛。所以一直到现在都是起码恐怖社会在台湾，因为官商勾结黑道都在执政，那么多的副议长，那么多的议长曾经当过议长，然后什么屏东的什么郑太吉竟然在被杀害的妈妈的面前干干干，哇，很残忍的、后来有机会不？后摆有机会无？无的啦，是咱台湾民政府啊。所以黑道这个一定会清洁溜溜，那时候治安会更好。把关司法的把关，食安的把关，一定会做得更好。假如没有把关好，假如你是一个把关被鞭刑，不要怪人家哦。贪渎也不要怪人家，贪渎严重被判死刑，不要怪别人哦。这样好不？应该自己讲哦。好，原来蒋介石来到台湾，应该按照战争法的规定，1949年来到台湾，他可以成立台湾平民政府。他没有成立，因为他要反攻大陆去，所以他就行政长官公署，然后改为台湾省政府。本来李登辉要废掉台湾省，美国说不能废掉，可以动省，所以今天才动省。一旦废掉，那个台湾民政府的架构也会消失了，就被他们。真正的是诈骗了，还好美国就干涉，只要台湾受到台湾人民的安全被伤害被损失，美国一定会干涉，因为他是占领者，而且他保障台湾人民的安全。安尼好不？有人讲奇怪，是为啥那美国、日本当作我们的老大？你自己台湾独立的时候，美国、日本不甩你，中共马上打下来，
中共不要说打下来，全部几百万都下来。你们知道福茂货贸吗？有没有听过福茂货贸？为什么他们要强制通过福茂和货贸？福茂就是服务性质的，你只要投资在台湾，中国人来到台湾投资600万，他可以带他的人马3名来到台湾工作，4年到8年以后就可以申请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安尼你知不？捌听过不？唔捌，唔捌哈。啊，有的听过，有的没有听过。好，600万。那假若是6000万呢？600万是三个嘛？那6000万，300。啊，好，那个是4年8年而已哦。然后假设他们6000亿呢？马上进驻，而且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马上申请。这样选举的时候，台湾人会赢吗？会赢吗？这就是诈骗集团的手腕了。阿伯有机会吗？有机会吗？当然无啊，就是你啊，就是你参与咱台湾民政府帮咱咱的后代，帮助我们台湾人民，甚至帮助我们的后代，这一些都可以杜绝。因为我们一旦执政，只要中国人当长的全部都换掉，只要中国人当董事长的全部看他们的投资不能超过一半以上，甚至三分之一以上，这些我们民政府会有政策。所以意思是说，他们不能掌控台湾的经济，那不那就离开啊，那就不要在台湾投资啊，赶快让人逮凶嘛，是赶快啊。我们台商到中国的时候啊，最先高兴的要命的，哇，不够你不必纳税哦，高兴的哦，他马上买地，盖好以后，5年10年20年以后呢，偷得是台商的吗？不是，还是中国的。那你那个机器啦，里面的设备都非常好，结果你可以拿到吗？拿不到啊，还是中国的。赶快你来到台湾投资，我们会有门槛，当然一定会用人权会善待，但是不是让他们所有的整个大公司，甚至中钢差一点给中国投资，已经快飙到了。你们有没有听过中钢啊？台湾的最好的能够得到赚钱的是这个中钢，中国钢筋，以后我们就会抬钢，说不定啊，不是中国，应该是台湾啊。所以这些都会改变。你看花莲、台东，你知道有没有听过游览巴士的公司一半以上都是中国投资的，所以他们到花莲、台东去买花莲薯啊，本来高沙族很高兴说啊，那么多中国客人啊来买我的花莲薯，一看没有来到高沙族的公司，跑到他们自己投资的公司，有没有？有啊。你看让人行生意，让人行话，让人渐渐渐渐退化嘛。然后中国的留学生一个月给他们中华民国补助他们3万块，那台湾人呢？那高沙族呢？ No suit。 台湾民政府的时候要不要改变？要改不？要改不？就是你但令，安尼好不？还继续参
参与咱的训练。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些都是可以。你看以前公教人员的时候，548个人，中国人540人，台湾人只有8个人去参嘛。好、哦，都是你看，都是以前的选举假民主，这些都本来已经判罪了，最后全部都无罪。这个都是中华民国的嘛，这熟悉了、哦。你看，罗岗台湾人将近800多万的罗岗人。这公教人员不多，就几乎都是我们在养公教人员。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说可能会变成希腊，就是这样的原因。有机会不？没有机会了。台湾民政府执政就是要扣令的，扣大家。好，你看这些郭瑶启林医师本来判几年刑，全部都无罪。然后现在山庄在山上，山庄就是财团，把所有我们台湾的保留地，很漂亮的亲近农场，南投的，在武林农场，在环山离山那边的，合欢山的，然后在很多地方非常漂亮，都被中国人拿去退服会。都是农药，惊死人了。所以这个都是把关的问题啊，所以我们都可以改。你看，已经退休的将军已经到中国，有2个村呢，2个将军村在中国呢，大部分都是中华民国退役军人跑到那边。然后把所有他们的用在他们中国，那吃的领的钱用我们台湾人的血汗钱，哎，这是不是诈骗集团？是不是诈骗集团？都是安内啊，爱盖不？爱盖不？垮烂了、啊。好，这个一样的，好。因为都有这样的，难怪他们很高兴啊。那些人农民都盖了那么漂亮的宿舍，哦，那免挤呢。我姐夫是辽宁省的、啊，他也配一栋啊，免挤呢。我们到山上，你们到山上去盖房子，要不要钱？我们在平地盖房子要不要钱？要啊，是安那因无爱，因为你唔变，哦，这就是中华民国了。所以今仔日啊，我刚刚所讲的这个签协议书是一个法，2010年6月29号的时候，2个中国。签署埃克法，已经服贸货贸已经通过了，早就已经来到台湾了。立法院还没通过，他们早就已经来到台湾了，已经投资在台湾了。20万呢、啊？那是明的哦，嗯，暗的不知道啊。所以我们都可以改变。你看刚刚所讲的中华台北，哦，你有没有看到 Israel governed in Taipei， 中国政权流亡在台北。好，今天我们已经认识了这几个国际法，那这边的国际法比较详细的、哦、在 这边有条文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战争法、马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海牙第四公约第三篇、
五十五条，在你被你占领的地方，不能藐视，也不能当作你自己的拥有者。那这边说敌军呢，不能强迫当地的人民来效忠誓约。今天有吗？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就是啊。然后每一个民意代表当选市长的、县长的，都要效忠我们自己的敌人中华民国。哇，这个厉害哦！阿拜有无？阿拜有无？啊，看恁呐，看大家，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看你们有没有什么疑问可以讨论一下。好，这边讲的1949年第47条日内瓦第10公约，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好。本来是不应该啊，那我们可以争取，我们会在控告，会跟2年3年，只要美国法院通过，然后我们也会争取这样的权利，因为我们不应该为敌人当兵，所以会有机会。好，我们。所以要继续训练，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哈。好，这个是日苏美战，我们今天的台湾的地位，我们输于日本，属于日本天皇，美国占有，啊，因为它是主要占领权的国家。好，这个1945年4月1号，所以日本的会计表年度开始都是4月1号，所以他们读书的时间也是4月1号开学。嗯，好，我们也看吴延导吧。哦，真的也让他辛苦了。这样不是只有我们的必须定辛苦，是不是来参与他们的辛苦，分担他们的辛苦，这样好不好？这样好不好？这样担当他们的辛苦，就是担当我们台湾人，本土台湾人跟我们的后代。能够让美国国务院放弃抗辩权，就是因为事实存在了。好，门槛，我们现在6个州，州政府的还有内阁议员都在整理，那人数还是不够。所以我们还是邀请大家继续做，那继续邀请，特别是年轻人，我们在座的都没问题，那只要有认识年轻的多参与，能够增加更多的。嗯，就是等到11月左右的时间判决以后，我们就听美国的交代，然后秘书长，所以我们赖都要会赖哦，email 也会赖啊，你要做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官员，手机这个赖你现在不会的，或是半知不觉的、半知半解的，或是已经知道的，要继续训练，安尼好不？也因为一旦你达到五官训练以后，然后专训，然后我们每周的各州的训练。这个多到期以后，执政
那中央就会用 LINE， 马上就给我们 LINE。 公公一看，不能关掉哦，要随时注意看哦。这样因为很多的交代会交代我们，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到恁家己的周办，自己到自己的周办，或是郡办办公室、州办公室，你属于台北州的州办公室的地址，我想那个我们的 DM 都有，你们要常常去，有空的时候跟他们聊，你还有不完全了解的，再问你的那边值班人员或是主秘，特别是主秘比较清楚哈，这样继续以后呢，认识的多就可以知道我们整个今天我们民政府的进度。很好的问题哈，各州都有自己的认养区，好，都在继续做你刚刚所讲的，我们用造势宣传，街上发文宣。那今天还没有到校园里面，是因为我们真的缺年轻人，因为是不是要先接洽你那边的学校的负责人呢，还是直接可以跟同学用 LINE 或是用你的朋友认识介绍，这个都是要靠大家。所以这样很好的意见，能够有这样的人手，因为现在我们年轻人不多，因为他们的观念说怎么可能怎么可以一方面是除了人手不够，年轻人因为年轻人的那个接触力快，然后用 LINE、email、FB 比较快。那我们也有几个人，但是也是会用 FB 去跟他们介绍，但是没有认识的、没有参与这样的群组，他们就接触的范围就不多了。那当然，校园方面是还没有打入，我想关键性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志工的义工的，不像民国党几乎三人一组都登门拜访，我们每一周全从台北、花莲、台东全部都有，因为很宽嘛，街上也蛮多。那到学校是还没有听过，我觉得这个意见很好，那我们尝试。那另外一个比较不够的地方是财力，所以我们为什么都自愿志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我们没有这样的预算，是等于各州自己去发掘自己的开源，然后学校呢还没有这样的进度。我想你有这样的意见，可以到你的办公室周办，或是在年轻人可以提出，我们也会提出这样，还有我们后面的电脑操作所啊，我们的中央人也一定会提供这些的意见，很好，这样啊。因为另外就是说，新闻报纸、报章杂志真的要花，我们从三年前都有登报，但是一登报都是几十万、一百万，我们没有这样的能耐，而且我们现在控告美国也要花一大笔，因为美国的律师是一个字算多少？
好像是两一个字两块三块，英文字，好像是这样的样子。然后因为文章词句蛮多嘛，英文，所以要花几千万的台币。那这样我们台湾民政府是大家自愿一起帮助的，没有财团，我们不需要财团，因为以后财团给我们几千万或者几百亿的话，以后都被他掌控，不是我们的策略政策。这可以继续，很好的意见，谢谢你，够不？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有空我们再继续。希望你们回去的时候，过明仔再过继续辛苦，安尼好不？好，多谢，平安。